社会焦点继续来关心，台中市中区公寓大楼火警酿成六死六伤，警方火速破案，确定是郑姓房客纵火。他跟警方坦承，因为积欠房租，还在租屋处养羊当作宠物，多次跟庄姓女房东发生冲突。而日前男子遛羊的画面也在网络上曝光。对此，附近的邻居表示，经常看到男子遛羊，行径有点诡异，没想到搬来一个多月就放火烧房子。小羊不断用头磨蹭主人，这画面瞬间吸引路旁民众关注。市区街头居然可以看到遛羊场景，真的很少见。好可爱呀！而遛羊的男子就是这次中区大楼火警酿成六死六伤的纵火犯郑姓房客。日前遛羊画面在网络曝光，过去一个月他常常带着宠物羊到火车站周边或是台中公园，如果路人要求合照还必须付钱，重回新中街现场。附近居民都表示对这个遛羊男有印象。觉得很傻眼，为什么要养羊在套房里面？有一天晚上碰到讲白起啊，你帮晒干了啊，我讲说，你摸呢呢，这样你摸。附近居民都觉得这名遛羊男怪怪的，但也没想到居然会纵火害死人。郑姓男子接受警方侦讯时表示，今年二月才搬来，住进八楼顶家套房，平时打零工为生，但因为养羊和积欠房租等问题，和庄姓女房东发生口角纠纷。六号上午被下驱赶通牒，心生不满，才会点燃杂物，想要给个教训。即便第一时间留现场帮忙灭火，但已铸成大错。我是觉得当不好啊，你们之前的纠纷啊，牵扯到我们这栋来。啊，你一个放火，害我家无家可归，那对，那这笔我到底要找谁要？他受这么多牵连，然后这么多人死掉。这回警方一天内就火速侦破，目前包含郑姓嫌犯和庄姓女房东都被检送地检复讯，要厘清整起悲剧的责任，为自己过失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记者陈杰台中报道。